2 3 时间啊，是不是天天练歌，天天练舞蹈？可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奇妙的开关，就是不管我们在表演要上台的时候，会马上进入表演的状态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出道7年多来的一种磨练吧。谢谢。